静默是非常不容易，我那个时候就看着这一片林，乌龙春夏秋冬，骑上摩托车有危险有冻，那些放养的还有那些偷书的，你弄不好就跟你发生冲突，不想提那些事情。政府参与进来以后，这些工作还干起来比较容易一点。2013年政府在展店建立了这个房子，这条件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，我就1年365天都住在这个展店，去心灵也方便多了。这个地方活一棵树真的不简单。